Hello, YouTube 我是 Jason。 最近呢比较上少直播呢个英雄联盟啦，咁其实我唔系冇玩，我系有玩緊嘅，有好多观众呢其实都见到我上网啦，咁有时亦都会同啲观众呢就一起去双排、三排、四排、五排咁样啦。唔直播的原因呢其实主要都系呢，我发觉我唔直播嘅时候打呢系打得专心啲，同埋系练习上嚟讲呢系比较上好啲嘅。咁所以呢我系諗住呢即系练返到有返咁上下，即系同排以上嘅实力呢先至是去再繼續直播啦。咁但我相信呢要做到去同排以上呢需要一啲時間，因為我唔係淨係全天候24小時喺度打英雄聯盟一隻遊戲㗎嘛，我係玩好多其他唔同遊戲㗎嘛。咁所以呢進步上嚟講呢係會比正常人慢嘅。不過好啦，因為我哋今日呢唔係去呢個召喚者峽谷嗰度打，而係我哋今日呢係想開箱抽呢個戰利品。因為其實呢免費嘅戰利品呢，免費嘅箱呢其實我都抽嗰啲返嚟啦，有啲其實我已經用緊㗎嘛。就譬如就係我近期我最爱用的这个蔡恩，没错，蔡恩你在哪里？蔡恩在这里。蔡恩是近期呢我开箱开了回来，而又我发觉是我几喜欢用的一个角色来的，因为呢他死了之后都可以杀到人嘛。因为以我入场，我入侵场呢是在那里死呢，那我死到杀到人其实是一个挺开心的一件事。咁但係箱同埋鎖匙呢，因為要打好多場之後先至可以合成到出嚟啦。咁所以呢既然我上次我課金去買造型買角色，咁我仲剩低660幣係啦。咁我決定呢我係去買10個箱，因為10個箱呢係600個幣㗎嘛。咁我想睇下呢可唔可以抽到呢一個蔡恩嘅嗰個史詩式造型，就係嗰個機械人嗰個造型呢。我真係好想要嗰個囉，因為近排我係唔知點解，真係我好鍾意用佢。咁我好鍾意用佢嘅時候呢，佢有一個史詩造型，就係呢一個啦，機甲特級蔡恩呢個造型。如果我就咁買嘅話呢，要用510幣。如果我抽得中嘅話呢，除咗可以抽中佢之外，仲可以抽中埋其他角色呢，咁就非常之好啦。咁我而家擁有的角色都好似都係得幾多個啊？呢度幾多個啊？30個有冇啊？1、2、3、4、5、6、7、8、9、10。34个角色我有，咁啊其实都系好少啫，相对起好多人嚟讲，其实系好少嘅。咁啊好啦，事不宜迟啊，我哋买十个箱，跟住咧就去睇下会唔会抽得到我哋呢一个嘅史诗式造型机甲特级嗰个蔡恩嗰个造型啊。我哋有12个箱，其实我哋有十二个箱，得11条锁匙，唔系好啱数啊。好，逐个开啦，我哋。第一个中啲乜嘢？科加斯嘅造型碎片嚟嘅啫喎。啊，但呢个系啊，我哋可以合上去噶嘛，系咯。科加斯，我唔用科加斯嘅。如果可以中到其他我有用紧嘅鹰嘅造型都好啊。绝代香蕉好似几靓咁喎，好似。但我仲未有索拉卡咯。呢个最基本的辅助的角色我未有，双降使者巴德我都冇喎，喂，但系史诗造型嚟嘅 ，nice， 但我冇巴德咯，我系，OK， 我哋仲有8个箱，做乜全部都系开到造型出嚟嘅？哦，露露我好似有咯，唔系咩？啊，我冇，但系露露我唔会用啦，应该。因为我在他免费鹰的时候我用过一次，我发觉很难用咯，即是又要啲角色咧，嗰啲技能又要打落人哋度，又要打落自己度咧，好难用，唔识用。好啦，又系抽中了啲我冇嘅角色嘅造型，难米。OK， 有冇一啲我有嘅角色嘅造型啊？哈哈林我有啊，血温骑士。其实造型我应该 全部都会解锁咯，造型其实开箱系好过直接去买咯。你谂下佢一个造型嗰啲价值200几，乌尔加德造型碎片嚟噶，啊唔系个角色碎片嚟噶，呢个都系打上路啊嘛，可以啊嘛，好似可以打上路噶喎，系咪咧？好似可以。其实睇下嗱，佢呢啲造型一个270。系啦，呢270币、375币，我用600币嚟，我买10个箱，其实买箱系抵啲。咁当然啦，买箱唔可以直接攞到你想要嗰样嘢啊嘛。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个性价比，近年好中意讲啊，性价比个 cost performance 系好啲啊嘛。红，我 Annie 我有，Annie 我有，
但如果 Annie 的话，我想要小红帽个先咯。啊 ，Nidalee 我冇喎，又系。咦，睇嚟我哋开箱系开造型会多过开角色喎。喂，麦菲特我有咯，我系咪可以分解佢啊？系咪可以？分解做结晶粉末定还是重铸咧？重铸会唔会好啲啊？唔知道，呢、這个等观众留言话俾我知。因为麦菲特我已经有噶啦，咁我究竟系哇镜走 OK 喎，我冇啊镜走，我哋得翻，咦冇晒伤咯，我哋开晒咯，我哋仲有一个喺度，但系我哋冇锁匙啊。好啦，我哋有。抽咗鏡爪啦，烏爾加特啦，麥菲特啦，露露啦，跟住之後呢一堆嘅造型啦，紅紅甜心安妮，白星錦里拿米，今日絕代香蕉索拉卡，魔法靈貓奈德麗，呢、這個雙降使者巴德，跟住哈哈林啊呢個血溫騎士啦，跟住同埋呢個科卡斯嘅虛空魔壓係咪？嗰個係咪壓者？系啦，我哋抽中咗呢一堆啦。中唔到我机急特急添，我最想用嗰样嘢竟然冇，竟然抽唔中。但系我呢个我想问一问观众真系，麦菲特，我哋系分解佢好啊，定还是系重铸好咧？分解完之后咧，我哋可以用佢嗰啲嘅粉末咧，可以用嚟升级其他嘅英雄啊嘛。其实我哋分解啲我哋唔会用嘅英雄嚟到用嚟到加落去，我哋会用嘅英雄度啊嘛。咁我哋如果系咁嘅时候咧，我应该会系分解咗麦菲特同埋分解咗露露，跟住之后就加落去镜爪同埋乌尔加特嗰度，应该系咁样嘅。好啦，咁我今日呢一个咧，十个箱咁啊，感觉上咧嗰、那个 cost performance 咧系好过直接去买造型同埋买呢一个英雄嘅。咁但系我谂呢个只系。当你有齐晒自己想用嘅特定英雄之后，咪可以随机咁样抽咯。但系我相信短期内我都唔需要再火金噶啦，应该，因为我已经上路咧，因为我而家系打上路啊嘛，我 keep 住上路，我想用嘅英雄咧，基本上我有晒噶啦已经。咁啊，其他嗰啲全部都系啲 support 啦、jungle 啦、中路啦或者 ADC， 咁嗰啲咧，练好咗一条路先啦，之后先慢慢再玩其他嗰啲啦。咁啊，好啦，咁我今日呢条片咧，我哋先暂时嚟到呢度啦。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啊，如果大家中意咁啊，记得揿我 like 啦。有咩意见记得喺嚟度讲啊。咁啊，希望我哋可以快啲练习好啲，打得好啲。就算银牌、金牌都应该系低端嘅，听啲人讲。咁但系唔好木牌先啦 ，OK？ 好啦，我哋下条片再见啦，系咁先啦，拜拜。